3、2、1。明天要开业了，心情如何？烦恼还在后面，还很多很多。跟男生工作其实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。妈妈为什么会让爸爸讨厌？因为妈妈很爱谁谁呀，妈妈就觉得这边要用这边，那边要用这边，然后你那个事情做事情一定要规划。男生在我们开会的时候都出几个嘴，最后搞共哎，大概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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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过嘞。受伤了，左右受伤了，右受伤了。阿东，好有。那当时会开幕？我们26号。那再几天？再一天。你还记得一天就好。对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学生找来这种东西，你就把它当演戏。哎，你知道小费岛是什么吗？哪里有小费？来就知道了吗？对，我们房间有电视没有？然后有音响没有？什么都没有。晚上就很安静，就让你耍费。手机最好都不要接到，讯息也没有很好，真的。我们没有 WiFi。哦，有，只有 WiFi。百个人在用。对，网络不太好。对对，网络不好。那你就不要用电话嘛。没错，就是可以去外面大厅跟我们聊天。这个年纪就是要耍废，所以要来我们的耍废岛。你耍废耍完，你才可以好好的工作。是，来这里耍废。